าใหม่ละละนะน้องสงกรานต์เราร้องทำนองเพลงโทนโนนไงจ้าโทนปะโทนโทนทั้งโยกทั้งโยนเย้ายวนหยั่วใจ多謝多謝多謝冬日妹用佢嘅泰國新年歌為今集居緊三十揭開序幕啊！嗱，今天正是4月14日，亦都係緊急狀態令之下嘅第20天，好嘢，仲有10日，你搞錯咗，唔係仲有10日啦。皆因呢個緊急狀態令唔係4月1日開始噶，合至一算咧，其實都應該仲有10幾日要拍嘅。咁希望自己可以繼續努力，繼續拍多啲新嘅資訊同埋舊嘅資料俾大家。或者新嘅資訊，不如睇睇今天嘅數字嚟。今天的新数字表面上好像挺好，因为新的确诊者只有34名，而康复出院的竟然多达117名，但不要那么骄傲住，因为不幸离世的依然有一位。成绩都挺好，都可以庆祝一下的。今天要庆祝吃的就是这样了，各位观众，芒果糯米饭，皆因这个时刻芒果当造啊。还有些味道只是泼水节期间才有色，冰水饭啊！若然你有看开胡慧聪的 Facebook 咧，你都知道每年啊，年年如是，一到咗呢个时间，我总会讲一句说话，就系每当水饭时，便知时光去又一年啦。咁样点解会咁讲咧？话说咧，每年一到咗呢个时间，就系食水饭时间，兼且咧咁又一年啦。点解要食水饭呢？因为泰国新年啊嘛。嗱，眼前见到呢个就系啦。泰文叫做 culture， 嗱，我知道我泰文发音唔正，我会好好学习噶，对唔住吓。OK， 嗱呢一味嘅我姑且叫做冰水饭咧，查实都系皇室菜嚟嘅。话说远古之前咧，哇，泰国皇室成员感觉到好热好热，大热天时咁热点算啊？于是乎咧，啊啲御厨啊谂一味正菜俾佢，就系呢一味啦。除咗冰水沟饭，仲有好多配菜，配菜包括有香酥虾丸啦、洋辣椒啦、甜或者咸嘅肉丝啦。仲有菜脯啦，同其他嘅蔬菜等等，仲要有白饭呢。但最紧要咧就系冰水嗰下，但系冰水唔系普通嘅冰水啊！嗱，有冰啦，跟住有水，咩水咧？茉莉花味嘅水，食法咧就系咁样嘅，茉莉花味嘅水倒在啲冰嗰度，然之后。有饭嘅，倒啲饭落去啦，喺跟住就变成呢个茉莉花味嘅冰水饭啦，喂，咁点食法呢？就一啖饭，一啖送菜，哇，都不知几滋味啦，等我食下先得。估唔到今时今日喺紧急状态令之下，都仲可以食到呢一味人间美食嘅，啊，整啖饭先得。嗱，所謂人間美食係我話嘅啫嚇，正所謂百貨賣百客，我覺得好食唔代表你覺得好食喎嚇，食冰水撈飯有冇搞錯？入鄉隨俗，有機會一年一次又何妨？其實呢個季節，除咗呢個溝水飯之外，更加正斗就係呢個芒果糯米飯，溝了乜芒啦？眼前都準備咗啦，你睇下。哇，是不是很正呢？不过更加正呢，就是原来呢下面有一些椰浆在这里，跟着捞埋下去吃呢就超级好味了。於是乎简简单单，尽管在这个紧急状态令之下呢，都可以在家里享用一餐很传统又有特色的泰国新年餐，是不是很幸福呢？我觉得是。既然咁幸福，就唔好俾佢停啦！各位观众，送上嘅系抗疫金曲啊！呢首抗疫金曲由泰航职员粉墨登场，可以话系本世纪最令人滚动嘅一首抗疫歌。用上嘅系 I Will Survive 呢首歌，通常喺泰国只有一啲中性人先会唱，因为佢哋可能俾人睇唔起，所以咧好多时都希望唱呢首歌，令到自己努力奋斗。但今时今日竟然变成一个具有伊散风情、具有东北情怀，可以话一首 fusion 歌，里面粉墨登场的泰航职员男男女女都值得俾个 like 佢哋啊！为咗以示支持，大家识唱嘅大大声唱，可以喺屋企唱、喺厕所唱、喺露台唱都得，马上送俾你 ，I will survive。
喂，笑下啦，做乜知都唔笑啫？我覺得超好笑。嗱，太行呢一個 MV 雖然為 unofficial 啊，但係都叫做拍得相當之好笑又好睇啦，係嘛？咁話就話唔係 official， 但係你諗下喺德國嘅工作地方，喺飛機前邊啊、飛機艙啊，又或者喺個 check-in counter 前面，仲要唔係嗰啲鼠鼠偷拍嗰只，有曬帽布排曬帽咁，哇！呢啲真係有系統有組織性㗎，真係值得俾個掌聲佢啦，係嘛？其實泰國人咧做嘢最緊要好玩，最緊要實錄。我經常都講，最緊要實錄開心，開心就得噶啦。咁於是乎咧，咁佢哋咧喺呢個咁惡劣嘅環境之中咧，大家都係笑住面對嘅。咁希望大家都係一樣啦。咁不過咁你可能會話，阿胡生分享還分享，你唔好咁懶啦。即係你啲外景先得㗎。你喺屋企拍係啊，家境清貧啊嘛。家中外景仲要高清視頻啊嘛，咁嗱我知道你係想睇雨景，但係今日冇落雨喎，何來有雨景拍到咩啫？咁希望聽日咧可以轉下口味，出街拍一啲外景俾大家睇咧。咁今天容許我家境清貧先啦嚇。咁其實咧，潑水節咧對於泰國人嚟講最大意義，並非係通街射水啊、玩水槍咁，而係啊講緊可以有機會同父母啦、屋企人祝福啦，即係等於拜年啊咁啦。咁同埋沐佛啦，咁有關沐佛嘅情況，琴日睇過咧，不如我哋由舊片重温，睇睇舊年我喺一個高高在上嘅地方堅離地去沐佛，好唔好啊？跟住仲有呢個去年潑水節好開心嘅情況，不如一齊重温下咧。之後咧，潑水節又名叫沐佛誕啊，咁大家都喺一啲嘅佛像咧，我哋淋水啊，去洗佛像啊咁啊。咁而喺呢個位高高在上，全泰國最高嘅位，可以做呢個動作咧，何等有意義，何等神聖咧？同級。高高在上做呢個動作，希望我都有機會再高啲啦。你多啲上嚟呢度，咪有機會高啲咯，胡偉聰。咁啊係喎，算頭勝景啦嚇，多謝曬。哇，真係靚，哇！吹亂曬啲頭髮，我成日講，即係如果你要戴直髮或者假髮咧，就唔好上喺咁高咁大風嘅地方。如果唔係，頭髮分鐘飛走啊！厭係對還厭啲，你個滿字太靚，滿字厭變滯了滯啲面。流狂黑對幹定替，叻我才恨你，心怕古滯。大家見到我咧，而家手無寸鐵啊！咁啊，想話俾大家聽，其實喺玩潑水節期間，只要你唔揸啲重型武器咧，係會有人專登攻擊你啊！真虛撼啊！梗係啦，成條水喉係咁肥喎，啲人真係 natural high 啊！無論本地人也好，遊客也好，嚟到嘢咧一定濕到不得了。唔緊要啊，濕咗咪入去買個咯，碧絲啲嘢咁平。於是大家嚟到 Lush Blossom 呢一度咧，無論喺 Central Vale 嗰邊也好，喺碧絲嗰邊都好，都一定會樂而忘返啊！大家盡情去 shopping and shop 啦嚇～